这个街舞回来，他很高兴。就是现在这个街舞，他的肿瘤完全是消失了。医生说，他说医生，我还要不要做手术啊？那医生说，我都没看到那个肿瘤了，我割哪里呀？他这样问他，他说，他就打电话给我，哎呀，小姨小姨，他说他找不到我要做手术的那两点了，他说怎么搞？那我说就是医生说不用你做手术了，我说刚好现在8月10号，我说魏老师来开课，你愿意去学吗？他说愿意。他是不是在场的梁志远？在场吗？在哪里？就在这里。就在哪里？哇、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对，太棒了。还有姐姐，还有那个表弟都来了，还有很多都是学生都来了，都是我的亲戚，他们学。这个真的很棒，不是说骗人的。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不容易信我们这个东西。哎呀，你是不是让人骗了？哎呀，这个东西能信吗？我说这个人不能信啊。结果就在这前面，你们目睹了吗？我们的魏老师棒棒啊！我们的同学起来好不好？好。你们感受到了吗？大声点！怎么怕羞了？我们的魏老师那么辛苦，你们为什么怕羞了？好就好，不好就不好啊！谢谢，就是吧。大家现在看到健康吗？太棒了！我站在这里，真的非常感谢魏老师，还有在场的所有师兄师姐，还有非常感谢我小姨，不是，是师姐，因为有点激动，不好意思，真的没错，保证以后也要去传播这份爱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保证以后也会传播这个爱心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感恩你啊！谢谢魏老师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我有听过。